大家好，我们是玛丽。你没有懂我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玛丽摸娱乐。他是小闷，他是小乐。你有看到他有遥控吗？没有哎，好奇怪哦。他好像也不能用按的哎。不是，他也不是用按的。你看他前面这边有很多亮亮的那个图案啊，他不是按的。他是现在最新的人工智慧，走在时尚科技的先端，只要咻咻挥挥手就可以有。好像在演那个什么钢铁人，超帅的。对对对，只要挥挥手，对，什么功能都有。所以今天介绍的这个也是要送给大家的吗？没错没错。哦，那大家要仔细听哦。那现在为大家介绍的是霓虹模式，我们请小梦来为大家示范吧。霓虹模式呢，就是只要这样子上一下挥一下，然后你看它很明显，这个灯开始闪烁，闪烁，然后接下来下面的灯就是一直属于像那个七彩霓虹灯一样，它是专发七彩霓虹灯，就开始颜色位置属于七彩的模式，一直循环，一直循环。那我们现在会再帮大家示范要怎么退出它吗？退出吗？左右。哦，它真的就没有。对，你看它就没有再亮，闪闪闪闪闪闪，就是霓虹模式。那现在就已经退出，又回到刚刚原本的原来的样子了。然后它这个灯具啊也很特别，那你可以一次用40秒，只要40秒就可以看到它整天的循环24小时的模式。好，那我来示范一下。这就是早上天亮的时候，有点大自然的灯，天亮后等一下就会黄昏的感觉，正中午，然后黄昏，然后慢慢的变成晚上，对，晚上，然后开始慢慢的星星就代表完全都没有灯喽。现在就是晚上休息时间，因为也不可能一个鱼缸里面一直照，这样会长藻类，然后你的能力就是光晒太久啊，对那个鱼缸里面的生态环境都会影响，就是比你大自然的环境。对对对，看又从头开始，那这40秒就是让你一直重复它这样子。可以自己选色，然后还可以自己选择亮度。上，好，现在亮喽。灯闪闪的模式就是可以这样子，我用往右切可以变换一次颜色，再往右切可以变换一个颜色，再往右切要变换一个颜色，再往右切一直变换颜色，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。对，除了颜色上的选择，我可以选择让它亮一点，再亮一点。那我可以让它亮怎么亮？也可以，在亮到最高的极限的时候，没有再亮上去，它就直接按掉再亮。好，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说他想要唱一首歌让大家猜，按赞分享，然后去公开分享哦。对对对，公开分享按赞，然后留下答案就有机会可以抽到这一组人工智慧 LED 水族灯。超好的，超好。那我们就是请他唱歌，他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Fly Out。飞太危险，飞太远，人都会变。我们飞太远，冲上云端，天空没有极限。让他知道我们来自哪里，已经飞到幸福掉头回去。离开这个城市，双翼飞行，为咖喱画面几个 sky。这样太危险。